对不起，我堵车了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贵人值得等，贵重的东西就更值得等了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耐得住性子。指挥部，指挥部，我是肖辉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重复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毒贩持有枪械武器的几率很大，各小组注意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各单位，报告情况。大刘就位。徐哥就位。高冉就位。步兵就位。兵哥，时间不早了。冤家，看看什么人物？败类。这蛇票能让你嗨一晚上。南明哥，咱们交易吧。OK， 老规矩，钱打过来，24个小时以内告诉你交货地点。现在钱也不在，货也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请示一下吗？传言上头风声太紧，你们杜家也要撤了。我知道。你说的不算。转过去吧。等会儿。都别动。黑吃黑，是黑就得撞。稳住，按原计划。你们是要跟着死的，还是跟着我？行动。有钱，他妈的杀了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民警队长，放你妹！顺道，警察，放下武器！
不了，坚持住。少废话，开车。你是第一天当特警行动队长吗？你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吗？擅自下令，整个行动差点都被你毁了。下周是你父亲的忌日吧？你还记着呢？我跟他搭档的时候，你小子还上幼儿园呢。我明天有个会，走不开。这是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茶叶，明天给你放一天假，替我给老伙计泡杯茶。下次在行动之前，好好调整调整情绪。你等一下，看着他。
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了，明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捉弄方式的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。干我们这行太毒了，会把自己的路毒死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在这么多年我和你赚那么多份上，你放饶了我老婆孩子吧。大姐，大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。哎，自己死还是全家一起死，我说了算。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在哪儿？老公，老公，我求求你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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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进来了。三十，哎，李远，李远，做事呢，太不细心，也太容易相信别人。你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吃大亏的。我的人
我管不了。他是警察。跑不掉的，贩毒，贩毒他就回不了头了。沾了毒，他就得拿命来换了。小李说的什么人？二啊，肯定是今天逃跑的人啊。他是队长的师兄，当年也是警察。做卧底能做到让你把他带到我这儿，他也算是不简单。这上面写的我知道，这资料上没写的我也都知道。他是因为私人恩怨得罪了同僚。不需要你们原谅，需要是我自己的。后来又因为老在外边打架赌博，就让特警队给除名了。怎么？但是不干警察了，就开始干人了。堕落、酗酒、伤人，还越赌越大。有钱可是啥都干，特别狠。这可没控制好，被判了刑。在里边认识了阿虎，阿虎把他介绍给了高丽坤。怎么样啊？干不干啊？我干。他赌了钱没得还，高丽坤欠我钱，所以就让他替我去收几个陈年烂账喽。结果。确实弄得不漂亮。你今天能活着回来，靠他。你的故事很精彩啊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事实。故事也好，事实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要给我一个姓你的理由。你局里头冤家是谁？肖盾是大义灭亲，听说他最近放出来了。肖盾还有这理由？队长。你们说今天那人跟肖队是不是？肖队，
小队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哎，要不哥几个一会儿烤肉去。你们吃吧，我还有值班。小队，强哥，一块儿呗。你们去吧，我有点累，去洗个澡。心里那根刺又疼了。换我，我也放不下了。568314。三十进过窑子，他还是警察呀？是，原来是，这是事实。我没得选，但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能怎样？不是你能怎样，而是我让你怎样，你就得怎样。说来听听。心真他妈大。用不着，告诉你，别耍花样。穿上这件衣服，你不能脱下来。拐角向西。第25根柱子上面的夹层，现在这个伤让我们很被动，我这个伤不爱的，我这两条腿想往哪儿走，我自己还是可以做主的。是你能做主，你就自己做主，把买家给杀了。卖毒的态度都不好收尾。现在账头收得紧，我本来想着。这次处理出境能够平安低调，你能平安？反正在外边挨枪子的是我，警察盯着的也是我。横竖都是要撤呀，多一笔钱不就是多点保障吗？不对吗？杜月明，我们杜家能有今天，不是靠这么赚钱，靠你。好。
反正杜家也是你的，靠谁不都一样吗？阿明，我已经帮你得到了现在的位置，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？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帮你弄死你男人的吗？他要不死，没有今天。他要不死，我们俩的日子就更难过。队长，你不是说要回去休息了吗？没事，睡不着，过来复个饭。我给你一块钱。不用。边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选择。你得给我个交代。我不需要给你交代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师父吗？我对得起我自己。你用枪吓唬特警了？特警就不要命吗？毒贩都不怕死吗？宵夜，那三个是我买了。哎，谁买的不一样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抓来一通，站住！Come on.
我错了吗？是不是又碰那玩意儿了？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我们贩毒的沾了毒，他妈命就到头了。反正我没错，反正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手机定位，把货带到那儿，车处理掉。有发现没？今晚23:40左右，本市江南区廊桥街道附近发生枪击事件，现场一名警察中枪受伤，已送至市医院抢救，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。接下来请看国内时讯，国家。说，老板，货取到了。他，你让他消失，消失几天？这队人呢？讲话。昨天晚上不是去找你的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说话呀！都他妈阳了！喊什么呀？一大清早就听见你在楼道里边吵吵吵吵，吵吵什么呀？你没死啊？啊，我死了，你要转正是不是？不是说，不是说你中三枪吗？你手那么重啊！就是故意的。行了行了，别闹，注意点影响。都在会议室等我，啊，我去见趟李局。是卧底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算再挨他100枪，也值。张磊一直将你父亲的牺牲归于自己的鲁莽和失职，他认为唯一能告慰你父亲的，就是将杜氏犯罪集团一网打尽。他主动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制定了严密的长期卧底行动。报告局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这3年，张磊他不容易，虽然逐步得到了杜月明的信任，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真正黑手。杜氏犯罪集团近期准备将他们的制毒生产线撤离中国，这是抓捕杜日昌的最后机会。为了任务，他先把自己给摧毁了。倘若真是抓了杜月明，那我们部署的3年计划将功亏一篑呀。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变，他
他昨晚的行动计划也是提前向我做了汇报，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 所参与的一切行动，都是为了打击赌徒和毒贩等违法犯罪分子。可是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开枪的是我们，或者其他的同事呢？作为一名卧底，首先不是伪装自己，而是摧毁自己。为了可以让贩毒集团彻底剿灭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 我准备好了，愿意接受任何意外。 怎么样？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放弃了可惜了。那怎么办？公安查的这么狠，有多少钱够我睡的本？You freestyle。哈哈哈哈哈！啥都不懂。没事儿，反正你懂狠就行。咱们去了那边，有钱啥都不是犯罪，想怎么狠就怎么狠，林哥。我听你的，别打那么多老哥。等去了那边以后，整个东南亚那一条线全归你。跟了我很多年了，明哥喜欢，送你。
卫星定位信号接收正常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资料显示，这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疆作战时期我军某部搭建的临时驻地。作战结束后，部队撤回，后来被承包出去，成了茶园。附近有好几个茶叶加工厂。这么看来，杜氏集团很可能利用这些茶叶工厂做掩护，生产毒品。三面环山，只有一个方向进出，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。大规模搜捕行动很容易打草惊蛇。这地方南面距离国境线不足10公里。小慧，到。你是陆军侦察兵出身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你说说看。是，我带一支侦察小队，秘密潜入毒窝，展开突击作战。首先，控制杜家姐弟，瘫痪他们的首脑。好，我们大部队在外围，等你的信号，联合出击。收网，一个不留。同志们，经分局党委研究决定，正式批准你们针对杜氏犯罪集团制定的突击作战计划，行动代号雷霆，即刻行动。走战。早点收工，我在后面看下货。哎，好。来，快点干啊！
强子，大亮，开路。 毒品就是你们吃的东西，给你10分钟，全部清理干净，一个不剩。 杜月明，他是警察。对，我是警察。从你贩毒的那一天起，天涯海角，警察一定会抓住你。 阿明，就你这眼光，你以后怎么做主啊？这辈子最让你骗我。 几个暗哨都联络不上了。挡我者，死。头车后面一个，门口两个。 远处第三辆车，一个。
大姐，您猜的没错，有一伙特警已经潜伏进来。几个人？大概有五六个人。被他们盯上，大部队一来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赶紧撤！二，叫齐人，尽量拖住他们。阿三，把所有产品装箱，快！有警察，快走！已经答应我，派出两个佣兵小分队来边境接应我们出境，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。姐，都装好了。这里交给我。阿义，你放心。你家里人，我一定不会亏待。我带不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死是最好的守密方式。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警察是无所不能的，你说呢？
我想饿死你呀！不行，不行，没事，没事，看来这边也没有。给我来个光菜图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右侧舰艇，我也能搞定的，怕什么？那三枪我又不用你还，那还不欠你一辈子？兄弟，还不就是一辈子？
怎么样啊你？没事吧？你看呢？炸弹炸不死我，我也没烧死我，我命硬。这一回，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。别拖我后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 什么情况？后面又来了一批。这样，我和张磊继续去追。你们几个把剩下的人给我搞定。是。小辉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动员马上就到，请汇报你的情况。报告，我和张磊。 正在执行目标，雷霆行动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务必全力追击毒贩。是，一定不辱使命。班长，警长，大姐，快走！ 老大，先走。要不那边见，要不下面见。走，快走。
中国警察，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。别动，别过来！想杀我？我先杀你兄弟。师兄，每次都是你朝我开枪，那我又得欠你几枪。你就桥下砸死的警察，我还让你活不过今天呢。你怕谁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下来，赶紧睡。是不是想把我交出去啊？但是你抓不到我的，因为我会飞。
警察，别动！你也是警察。就说王金，他才是老大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只不过帮他把他男人杀了，去抓我姐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，我就是老大了。我说的就算了。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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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姐。定位一群人，确认死亡，追！快跑！警长！你跑不掉了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同生共死，这感觉真好。
杀了我呀！当初炸死那个老缉毒警的手雷，是我设的局。我当时想把你们警察全都炸死的，可惜，这真的是好可惜！我他妈就炸死了个老混蛋。这老混蛋跟你关系不一般吧？把我杀掉！你把我杀掉，你可以报仇，你把我杀掉！杀我呀！小子，冷静点。你是不是不敢啊？你是不是不敢杀我？你个孬种，你是不是不敢杀我？杀我呀！我们是警察，知道，一个绝望的人会不择手段的想要得到他要要的东西，包括死。你怎么一个死法？你我说了都不算，你的生死会得到法律的审判。老伙计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雷霆行动到今天为止终于成功结束。队长，我任务完成。不错，我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能成为一名警察。为此骄傲。